车，本次列车是经由北回线前往树林的2234自强号列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站有松山、台北、板桥以及终点站树林站。本次列车的下个停靠站是松山站。松山站。各位旅客您好，预计约后港之返回地及尊重他人不吸二手烟的权利。本次列车全面禁止吸烟，请不要在车厢、通道及厕所内吸烟。